提前播报，新奇酷炫早知道。China Jam 2018终于在今天拉开帷幕，现场火爆的程度毋庸置疑，不仅随处可见 Showgirl 小姐姐，各处游戏展厅也排起了长队。其中微软带来的新产品和新技术，更是让游戏迷们大声欢呼。据悉，在这次 China Jam 2018展会上，微软 Xbox 带来了6款重磅作品，分别是《极限竞速：地平线4》、《光环：渡鸦小队》、《精灵与萤火意志》、《古墓丽影：暗影》、《Jump Force》和《胡闹厨房2》，这些均可供现场玩家试玩。另外，此次 China Jam 2018也是《极限竞速：地平线4》的全球第二站。该游戏将于今年10月2日在 Xbox One 和 Windows 10平台全球同步发售。喜欢玩赛车竞技类的朋友们，这款游戏可要好好体验一番。此次也是《光环：渡鸦小队》的国内首秀，该游戏计划于今年年底在中国推出。不过，在现场的朋友可以结伴先行试玩。另外，微软还表示，本次 China Jam 2018期间 ，Xbox 展台还将展出30余款重量级第三方新作以及精品独立游戏，比如此前曾亮相微软 Xbox 132018展前发布会的《星海纷争》和《紫塞秋风》等，还有《波西亚时光》《救赎之路》《文家》《非常英雄》等游戏。那么多好玩的游戏，可真羡慕在现场的朋友呀！